物体地球的结构。我们要知道地球内部用的方法就是利用地震波在传递的时候地震波的一些特性的变化，尤其我们看的是它波速的变化，用它来了解地球的内部。何谓地震波？地震发生的时候测到的波就叫做地震波。地震为何发生？最有名的研究是在美国一个错动性板块边界，在那附近的断层安德里斯断层，他们花了很长时间去做观察跟做研究，提出了一套理论来解释地震的发生。这一套理论叫弹性回跳理论。这套理论是这么说的，说我们的岩石其实是略具有弹性的东西，它不像饼干你一敲它立刻破碎，不是，它是略有弹性的东西。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岩石，这边有一条断层切过，两边一直有力量作用于这一整片岩层，在断层的两侧不断力量的作用，岩石它不会立刻断裂，反而它比较像橡皮筋一样变形，岩石受力变形，它就利用这个变形把能量累积在其中。可是当能量累积的太多，岩石承受不起的时候，它就会瞬间破裂。瞬间破裂的时候，能量就要释放出来，能量就以波的形式往外往四面八方传递出来。这个波传递出来来到你所在的地方，你就会发现哎，脚底下的岩石在震动，你就会感受到地震。所以这样的波我们就称之为叫地震波。能量释放出来了，岩石就恢复稳定，回复稳定之后，因为板块继续移动，重新受力，重新变形，再累积能量，再累积到够多的能量，它又要岩石破裂，再来一次地震，地震过后就回复稳定。所以同一个地点，地震好像有周期一样，会重复不断的发生。岩石破裂之处，地震波开始往外传递，来到我们这里，有一个地震仪可以来记录地震的时候地表晃动的程度。所以简化的来看，这如果是我们的一个地震仪，一开始时间是零的时候没有晃动的，哎，地震波来了，开始晃起来了，到这里它又晃得大一点了，来到这个时间它晃得更大了。当地震波来到我们所在位置的时候，其实显然至少可分为三种不同的波。第一种波是最早到的，它的振幅是比较小的，这种波我们就称之为叫初波，最初到达的，最初第一个英文字母就是 P， 所以又称之为叫 P 波。这里来了第二个波，它的振幅比第一个波大了一点，这是第二个到达的波，称之为叫次波。第二它就是 second 嘛，哈，所以就叫 S 波。然后来到这里，哎呀，这个波又不一样了，振幅更大，这就是表面波。地震发生，哇，有地震波传来。其实地震波分三种 P 波、S 波的表面波，它的特性不一样，这三个波的波数由大到小排列， P 波大于 S 波大于表面波，因为 P 波跑最快，所以才会最早到嘛。
表面波就是跑太慢了，它才会最后才来啊。这三种波振幅不一样，振幅最大的是表面波，振幅最小的是 P 波。当这三种波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你认为哪一种波来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摇晃的剧烈，然后房子比较可能受灾损，就是振幅比较大的表面波。 P 波最早到，可是它的振幅最小。 P 波到的时候，原则上还不太会造成什么灾害，因为它的振幅比较小。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做一种叫做地震预警系统，预先警告说地震咯。我们目前没有办法预测地震，我们只能测到地震的 P 波，说哇地震了。从 P 波到表面波到中间有一个时间差，所以我们在测到 P 波之后，就赶快通知大家地震发生了，待会儿会有更大的表面波，赶快做一些防范。这就叫做地震预警系统。地震波其实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叫实体波，第二大类叫表面波。表面波就是这个波子在地球表面跑而已，实体波就是这个波是在实体实实在在的内部，在地球内部跑来跑去的，就叫实体波。实体波又分两种，一个叫 P 波，一个叫 S 波。 P 波跟 S 波最大的不同，一个是重波，一个是横波。 P 波 P 就是 push 推推拉推拉，介质被老师这样推拉推拉，所以介质的运动方向跟波的前进方向平行，这种波就是重波。 P 波就是重波。 S 波呢，介质的运动方向跟波的运动方向垂直，它是一种横波。P 波跟 S 波很重要的一个差异， P 波这种波它在固体液体通通都可以跑， S 波只能在固体跑，它在液体当中是无法传播的。地下岩石从这里啊，岩石啪破了，这个地方叫做震源，能量从震源以波的形式往四面八方传递，其中 P 波跑得快，最早到 S 波慢一点。 P 波 S 波是实体波在地球的内部传递， P 波 S 波从地球内部跑到地面，跑到地面以后它就变成沿着地表跑的表面波才来到你家。所以任何一个地点我们都可以收到三种波， P 波 S 波跟表面波。 P 波 S 波是直接从地球内部来到观测地，表面波呢就是实体波 P 波 S 波传到表面之后再转换成表面波来到观测地点的。看动态的图， P 波的特性就是推拉， P 波通过的时候介质它的运动是跟波的前进方向是平行的。 P 波来的时候你感受到的介质岩石房子怎么动，波从下面上来，所以你家的房子会这样，这是 P 波。如果是 S 波的话是这样，波的前进方向跟介质的运动方向是垂直的。如果 S 波跑到你家， S 波跑上来，介质要跟它垂直
调降压。表面波又分成两种，这两种比较复杂，仅供参考，你不用刻意去背它。表面波，这两个波来的时候，你家的房子会怎么样？两个合起来，那就叫做乱七八糟摇，已经不是简单的上下摇或水平摇，你会觉得哎，摇得蛮复杂的。如何利用地震波来了解地球的内部？这张图的纵坐标，它是从零画到6371公里，也就是画到地球的中心。横坐标是波数。要了解地球的内部，就要研究实体波、P 波跟 S 波，因为实体波才能够往地球的里面再传。P 波跟 S 波往地球的内部跑，在地球的内部，只要遇到不同的介质，也就是说我物质的密度不一样了，物质的弹性不一样了，特性不一样了，波速就会改变。这条红色曲线是我们实际测量到 P 波在地球内部传递的波速变化，蓝色的曲线是 S 波的变化。在任何深度，红色的线都在蓝的右边，也就是红色这条线它的波速都比蓝色大，波速比较大的那个曲线它就是 P 波。从这一张图有没有看到 P 波跟 S 波来到几公里深，波速突然之间非常显著的变化，就是遇到截然不同的介质。2900公里，所以在2900公里的地方，我们发现不论是 P 波还是 S 波，波速不连续，不连续，突然之间波速改变。所以2900这一个平面我们就称之为叫不连续面。那之所以波速不连续突然改变，它就是遇到了截然不同的，所以有可能是物质的化学成分改变，或者是它的物理状态改变。化学成分改变，比如说从石头变金属，物理状态就是物体、液体、气体，这叫物理状态。最早发现这个不连续面的这位科学家叫古腾堡，所以我们就把2900这一个地方称之为叫古式不连续面。特别看 P 波，它波速突然下降， S 波的波速也突然下降，但是 S 波的波速降到零， S 波无法在液体中传递，表示在古式不连续面以上是固体的。2900往下，哎，这里的地球是呈液态的哦。那其实这是当时哦科学家很难接受的，越往地下压力是越来越大的，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之下，要以液体状态存在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可是这里 S 波的波速变成零了，真的就是液体。就以古式不连续面为界，2900以上我们就称之为叫地寒，2900以下我们就称之为叫做地核。地寒主要都是细酸盐类的岩石，地核主要就是铁分裂的金属。所以化学组成的截然不同，P 波的波速跟 S 波的波速都显著下降。还有一个地方 P 波跟 S 波的波速也都突然改变，那就是你看 P 波在这里突然之间波速变大， S 波在这里又从没有有个出现了，这个深度是5100，这又是一个不连续面。就以这个不连续面为界，
又把地核细分成比较里面的内地核跟外面的叫外地核。外地核 S 波的波数是零，那是一体。那内地核呢 P 波的波数又变大了，表示它遇到的物质物理状态改变，它从一体变固体了。内地核是固体的金属，靠近地表的局部曲线放大变成这一张图，坐坐标只画零到一百公里而已。同样的横坐标是波速，波速快的这就是 P 波，波速慢的蓝的是 S 波。 P 波跟 S 波的波速显著改变，是这里变得最快，大约在35公里深，又是一个不连续面。这个不连续面呢，我们称之为叫做末世不连续面。我们就以这个末世不连续面为界，在末世不连续面以上就叫地壳，末世不连续面往下到古世不连续面之间就叫地寒。又把地寒再仔细看，这一个深度大概是670公里的地方， P 波跟 S 波的波速都显著变大，所以表示670公里上下又不太一样。就以670公里为界，以上呢我们就叫上部地寒，往下呢就叫做下部地寒。一般而言，地球是越往下密度越大，密度越大的东西它波速就会越大。但是老师 Mark 起来在闪的这两个地方，有没有发现它的波速变小？所以我们就把很奇怪的这个地方 P 波跟 S 波都一起波速变慢了，我们就把这一个深度称之为叫低速带。后来我们发现这个低速带波速之所以突然降低，是因为这里的物质变得有比较好的可塑性。同样是固体，饼干比较脆， QQ 软糖也是固体，可是它就变得比较有弹性一点。低速带它波速之所以降低，这里的物质的成分它变得可塑性比较好，可以软软流动起来，就是我们称之为软流圈的部分。又把上部地寒跟下部地寒那个附近看得更详细，他又找出了这一段范围，说大概在450公里到670公里，这个波速的变化也是比较有突然改变的地方。450到670公里的这个范围称之为叫做过渡带。我们都是利用地震波的波速的大小，我们就可以这样来谈我们地球内部几公里的地方，那里的物质会是什么样，有什么改变，有什么特性。这就是地震波让我们能够了解地球的内部。我们把地球像切蛋糕一样切一块出来，从零到地心6371公里，最里面的这一段呢叫内地核，是固体的金属，在古世不连续面2900公里到5100公里之间。这个外地核由 S 波的波数是零，我们知道它是液态的金属。后在古世不连续面2900到35公里的末世不连续面之间叫地寒，地寒我们又分成670公里以下叫下部地寒，450公里到670公里之间叫过渡带，450公里以上到35公里之间叫上部地寒。上部地寒里面其中就找到一个低速带，大概在100到250公里那个范围，
地束带就是我们所谓的软流圈，地寒往上就是地壳。我们如果把靠近地面的放大来看，地壳又分成有大陆地壳跟海洋地壳，所以这个是大陆地壳，海底比较薄的就是海洋地壳。地壳的下面是地寒，地壳跟地寒的交界叫末世不连续面，末世不连续面往下，这就是地寒。在地寒里面100多到200多这里叫做低速带，是软流圈，软流圈以上的部分就叫岩石圈。软流圈跟岩石圈的界限就是末世不连续面，对还是错？错。末世不连续面是地壳跟地寒的界限，岩石圈包含地壳跟这一部分的地寒，